人民国的少年，爱台湾的少年，甲咧台湾的少年，大家交流。啊，所以我咧顶年我就甲彼得吼，啊甲将领讲，我明年哦，我要带一团来甲恁交流，好无？啊，伊讲好吼。啊，我正刚就带一团来啊吼，是不？所以我 keep my promise， 对不对？有信用啦吼。他主要是安尼，即届拄啊啊，彼得有小我讲吼，就是讲，阮即届来也受到大家乡亲的帮忙啦吼。尤其阮今仔日规工吼，拢咧即个Chapman University， 啊去听教授、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咧介绍陪审团，啊其实互阮即个规团吼一个足好个即个概念。啊，即我们感谢哦，即个安排，即个Wendy Young哈，即马新的主委哈，咁安排甲足好个吼，我们甲表示感谢哦。过来，我要甲你大家感谢啦。集团吼，因为拢是自费啦，阮无党政吼，所以拢会家己开家己的钱啦吼。但是即个总是。你看，阮的团员有学生囡仔，吼，啊嘛有较少年的吼，啊当然嘛有一挂较资深的吼，像我甲张即马副理事长吼，我们就自掏腰包了啦吼，家己较领分的吼。但是阮即阵少年的吼，除了自己花钱买机票吼，迄个美国大有够贵的啦吼，所以即马。大个吼，拢是咧美国个即个侨胞帮忙，所以阮即两天带个即个罗马达即个饭店吼，啊，就是靠大家来帮忙，所以我要代表阮全体团员哦，甲大家感谢好无？好，啊，等下吼，我咧想吼，去年我就来演讲去啊啦，搁听我讲伤长嘛，唔好啦，我想等下吼。阮团员有几个啊、代表性人物吼，叫伊来演讲吼，啊，大家讲五分钟啊，啊，每一个拢自我介绍一两分钟啦吼。啊，像咱的副理事长张静吼，我一直甲伊混到要杀陪审团吼，阮两个做阵一直杀。啊，我负责绿营吼，啊，伊负责蓝营啦吼。吼啊，所以这。最多哈不分男女啦，啊，等下这个黄帝颖哈，少年律师哈，伊即马民进党的发言人啦哈，哦，所以咧杀陪审团哦会有上天的眷恋哈，伊即马新官哈，啊个蔡意仪嘛是啊，蔡律师，伊即马做一个家己的主委啦哈，啊等下搁一个杨丰隆教授哈。伊有一寡要做实证研究吼，啊，伊会问一寡问题吼，咱再甲帮忙一下吼。啊，我要阁甲大家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莫讲伤久吼。我要甲大家拜托几个代志，恁会记得我顶年来演讲，我甲恁拜托几个代志无？敢有同乡阁会记得？拢袂记啊吼。无要紧，我甲大家拜托伊讲吼。我顶年是去美国的国务院交代吼，啊，我去看美国的政府机关吼。我鼓励，我甲大家拜托，你爱鼓励你的子女吼，去美国政府做官啦，安尼会使保护台湾。大家记得吼，啊，搁来想起来吼，搁第二就是讲吼，要保护台湾爱靠台北，啊嘛爱靠美国，啊美国。即、这个花炮吼，伊嘛甲阮帮忙足济吼，咱嘛爱搁啊照甲支持，安尼好无？但是我今仔日来，我搁带新的需求来啦吼，因为我感觉咱台湾哦，正讲规个台湾爱进步，我想恁只要要来美国住，恁就感觉遮制度较好嘛，哦，啊台湾一寡制度乌落木济。但是我感觉恁选择一个好的所在、好的制度，这是足好的，我甲大家恭喜吼。但我即马感觉咱会使做一个代志，阮搁住喺台湾这个所在吼，
咱嘛爱为台湾甲建设搞好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，恁会使做啥物帮忙？从我即摆吼，阮成立台湾陪审团协会，今仔二十二个，拢是阮协会成员吼。啊，我甲张俊一直咧上这个制度吼，但是我感觉讲，敢若靠阮协会咧上这个观念无够。啊，我感觉恁上会使帮忙是安怎？因为咱几啊万乡亲拢住喺美国。啊，陪审团的这个制度，就跟咱恁生活的一部分嘛。恁嘛足侪人去做过陪审员对无？对吼，有做过陪审员的，请举手好无？哇，超过一半以上嘛。啊，是啊，恁在美国会使做陪审员，啊，咧台湾就袂使做。在美国，啊，咧台湾就变毋是人，无这个道理嘛。恁是这个制度最合。所以讲要煞陪审团啦，啊，真艰辛啦，连麦克风都要克服，你知无？所以代表我的辛苦吼，我要甲大家拜托的讲，因为恁常常卖过伫台湾，啊嘛足侪亲戚朋友住喺台湾，恁会使帮助台湾，就是为咱的司法甲建立。恁若回去台湾，若拄到亲戚朋友，拜托恁来讲，台湾司陪审团，陪审团是一个予一个台湾的社会公平的一个制度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恁大家做过陪审员，也看过陪审员，恁落去答，几万人去替咱讲，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，安尼对无？哦，啊，有要帮忙无？有无？有吼，啊，你我听到啊吼。所以你咧台湾的前年啊，你来等于台湾，我会检查你的亲友哦，看你有甲讲无吼。所以我感觉台湾吼，要一个文明的司法的制度是足有机会。过来，台湾要搁做什么代志？台湾的宪法的制度出问题。全是三权分立，跟他台湾搞一个五权分立，结果五权把咱的三权磨得走，所以台湾除了陪审团，宪法规也要去重新制定，安尼大家讲对无？所以我会感觉讲，台湾已经行到这个坎站吼，伊是愈来愈有机会，把台湾规个宪政。啊，甲司法的制度甲做好，所以我暂时我感觉台湾即摆爱做，就是制定一个新的宪法。包括感觉制定新的宪法，不论你是要独或是要统，台湾都需要一个好的宪法。吼，过来讲台湾的司法制度爱好，啊还有陪审团，另外台湾的最高法院哦，最高法院嘛爱改存美国的最高法院。您知影台湾的最高法院有几个无？几个您知无？有人讲五个哦，正讲五个，十五个哦。台湾有一个最高法院，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，有一个司法院，有一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，有一个大法官，这拢是最高级的司法单位。咱有五个啦，美国有一个 Supreme Court 对无？美国几个大法官？九个。台湾有几个最高级的法官，你知道？103个，130比9，啊，美国偌济人？3亿，台湾2300，美国是10倍哦。结果伊的官员是，咱是13倍，所以等于台湾的司法的大官是美国的130倍啦。所以台湾政府什么特产？政府机关是世界上多，过来吼，咱的官员是原来世界上多啦，所以爱改啊，要改。大家拢知影改，大家拍拼，啊，大家帮忙台湾，安尼对无？